我们又见面喽，欢迎收看由小兔奔跑学堂打造的产品制作节目，我是海鸥。茫茫人海，遇上纯净洁白的芝士奶盖，让清新丰盈一整个夏天。相信大家也猜到了，今天我们需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喝上一杯能让心情好上一整天的芝士茫茫。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芝士茫茫所需要用到的工具以及原材料。工具包括冰沙机、雪克杯、量杯、八根勺。原材料包括当季新鲜的大台芒芒果泥、芒果肉、小兔奔跑定制茉莉绿茶、小兔奔跑定制果糖、冰块，以及我们提前打好的芝士奶盖。我们选用的是当季新鲜的大台芒，相对来说它的香气比较浓郁，色泽也比较鲜艳，作为出品它的颜值非常的高。那么如果不是大台芒的季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相对性价比更高的凯特芒。当新鲜的大台芒遇上小兔奔跑定制的茉莉绿茶，搭上新鲜的芝士奶盖，会遇上怎么样的化学反应呢？那么让我们一起进入制作环节吧。首先我们加入150毫升的茉莉绿茶到雪克杯中，再加入60的果糖，用八根勺搅拌，再加入冰块至550的刻度线，当然冰块多些少些也没有关系，不要相差太大就行。然后我们将雪克杯中的原料倒入到冰沙桶中，再加入我们称好的80克的芒果肉，调到冰沙档，开始打大概10到15秒钟的时间。在搅拌完成后，我们可以在出品杯中加入2勺新鲜的芒果泥，这样也是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更加突出果肉感。然后将我们的芒果冰沙倒入到出品杯中，至8分满就行。最后加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芝士奶盖，我们的芝士茫茫就完成了。最后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产品相关知识或者是开店干货，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兔奔跑烘焙学堂，期待给我们留言哦，拜拜。